了解讲，你今日的对手是经验丰富，而且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角色。前辈要教你的是什么？就是快乐唱歌就好，快乐的唱歌。你去引咎于这个舞台，安尼就对啊。那黑旋风今天的歌声呢，比较粗犷，但是你的声音比较美声。比较之下呢，粗犷有粗犷的美，美声也有美声的好。所以不一定是没人输赢。好，我们请子红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《平燕》这首歌呢，其实唱得蛮好的，就是很多细节。好，相对于两位哥哥，他们是很粗犷、很放。那你就很多很多细节在里头。我觉得，以你这个年纪可以诠释这样，已经我觉得非常的好。而且最后金牙，我得想你那个地方的金牙，我本来以为你会换个气再继续唱，后来发现哎，没有哎。那个气真的是很够，很不错，而且你今天的状态整个很好，希望你可以今天五官都是维持这样的状态就很棒。